他那么爱惜我的书，原来是我的书迷呀、啊！你也喜欢通篇轶事啊？嗯，宋濂宇的书我全都看过，而且特别喜欢。我也是。宋濂宇的小说风格多变，总是在尝试新的方向，而且其中很多人物和背景都十分贴合。我很好奇，他之后还会写什么？我也是，不过啊，我现在更好奇的就是这个通天异事中山长的失踪。你还没看，是如何知晓这书中内容啊？这都是坊间的传闻，我觉得他也应该会写到他的小说里吧。少爷，少爷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iQIYI